他们说在关山。是吧，我们走吧。叔叔，您先回去吧，我就在这儿休息一天，看看素油在哪吧。OK， 来吧。各位观众，这条不国烟支把咁好的声音，无论讲国语亦话是广府话，都是咁销魂，正一系人靓声甜，仲好谂砌得。所以向南国武侠影坛好巴九七谂拜价，向中华民国45年8月24号礼拜五晚喺华达片场踩黄飞鸿观山大学秀呢场戏过时，靓女任燕小姐正系踩一张刀嚟踩奸人肩过一对勾。打打下唔觉意背脊撞埋六木参树，见叔收唔捻切隻勾，咁就一夜劈勾落任燕小姐嘅右边额头，当堂爆缸流血，伤口有成2英寸。要休养咗几个月，入呢行饭都好捻辛苦㗎。中华民国57年暑假，任燕小姐又去咗台湾省拉隆国公司、太和公司踩咗两出武侠影或戏黑影侠同签侠，拉张聪、白丁合演。以下是阿巴罕兄弟死返中华民国53年的香港。果使任燕小姐在片场拍紧雪花神剑。由于病声带怀撚咗，由譚瑋琳修女拉任燕小姐幕后配音，敬请观众朋友注意。靓女任燕小姐由中华民国52年至依家成年几，都唔撚见你铺头出嚟踩影画戏，你死撚咗去边树呢游。话仔柳靓凡人替贵之故，柳靓听生赵庄二战嘅皮事，自藏炸咗柳公，俾佢屌大咗个肚，柳靓个蟹窿屙咗斗鸡出嚟，柳靓照唔冷庄二燕朝。正蟹庄二屎蟹屋企醒千夫，所以啲诈骗贼系唔捻到柳靓。依下子冇谂到柳靓庄会踩演或事，照摸玩柳靓拍屎落，减九发。柳靓照摸屎拍落。事实柳靓庄考能庄二踩演或事噶，窦影落边玩柳靓付出踩屎加神战。柳靓最初斗怕贼之。对自箭头都唔冷，只得烟计点粉烟嘅。收尾喺窦影落边智力鼓励之下，柳靓啲线先翻晒嚟，咪就系似上演莫落斗巧打似上嚟斗唔系太先硬，总算冇练窦影落边声生丝幻啦。任燕小姐未踩呢出雪花神剑过时，你有冇捻去食下夜粥，死去练翻工噶？眼下要粒斗摸踩演话是层莲子爆斗二楼，如果踩演话是知情胡孝孝初翻 fit 佢，柳靓怕依下仔斗胡烂丝得得啦。任燕小姐，请问声你任燕系咪你个真名嚟噶？柳靓摇蟹声喺番丝滚到街场斗着草走共橙蛋，屎落嚟声拣踩演话是。斗蟹罩咗燕燕，听啲香港人讲，你任家一门四杰都系食起寒饭个噃，唔该介绍下啊。柳靓个柳嘢蟹艳与甜，够摆喺声喺咗当作片斗影，过时契考冷慢噶。柳靓个柳嘢啲功夫考冷扮拉噶，柳靓拉两个是柳燕帝官，燕是官啲功夫仔。窿仲系更加基柳嘢削嘅，是柳燕帝官系胡耍片单斗果屎，而同先知提踩过依轮演话事，家阵佢生齐冇啦，要俾先知响番丝滚度丝，所以唔能踩演话事啦。任燕小姐，你踩得最捻多嘅影话戏系乜呀？柳靓踩得最多子嘅演话事系番丝玉堂横飞行。呢两个是列嘅演话事，豆豆依共踩烂咗几多子，连柳靓都胡交只得。总之有个事词，柳靓热热斗系踩呢啲演话事，盲个咪二拉符。任燕小姐，对于晒武侠片，你觉得辛苦吗？胡仙姑，
艰难豺烂君啦。任燕小姐，你嘅银幕处女作系乜撚嘢戏啊？刘玲踩地衣出演话是下增湖刺杀。哇，呢出上海影画起江湖奇侠，故事曲折到丢你老母臭花系。紧张刺激，讲一对热恋中嘅男女侠客行走江湖个事。遇到连全部打不平嘅故事，中华民国第一位武侠女明星乌丽珠小姐嘅首本戏，当年喺我哋暹罗带起武侠片热潮。中华民国39年二月初，尼路野任宇田向香港炒冷饭，改个新戏名做《方刚女侠》，尹后婆于苏抽咗乌丽珠个女侠方耀琴角色，配广府大戏小武林交。任燕小姐，你就做温文卓若小鸟依人嘅姑娘仔林淑华。呢一出虽然系武侠片，不过你个角色唔捻使打个薄，晒唔捻晒啲牙油。任燕小姐，你除咗拉人哋踩影画戏，你家机有冇试过投资拍过片呢？有，有点啦。柳玲曾经投资过两出时争打斗片。都是由柳玲家姬担正做女主走，柳玲刘野贤与甜做导影，这两出演画是走了宝剑闪光堂、宝剑订户郎两出片的票房销业多户冷燥。任燕小姐，你一共有几多兄弟姊妹啊？你试过柳玲是大贼姐，除了燕地官、燕史官，还有两个妹。任燕小姐，听讲话你踩粤语片，大多数揾人拉你配音个噃，好似后婆去迎英咁，系咪噶？哼，好，而家第一招，第二招嚟啦，嗱，第三招又嚟啦，师妹，你的武功果然使得，我这个没出息的师姐不是你敌手了。是点啦，事关柳玲的简苦话，有声是扣烟，简简苦话对白胡烂教的斗，于是是柳玲走次的演话师叔，召遣人拉柳玲屁烟。不过依家胡烂事啦，柳玲是声简住得耐咗。揀夜斗啦，揀苦恼借战啦，所以可以插之自由揀对白，胡烂屎咁谂麻烦。任燕小姐，你生得咁靓，乃系病树人士啊你。柳玲系天煎人，不过喺声喺出生赞地。柳玲揀夜某天煎口烟，响声喺读诗九斗有声系口烟。任燕小姐，听讲你扮拉到连做评剧都好耍家个噃，系咪噶？柳玲试试个照削咗煎住，拣系私唱啦。不过唱光照麻麻啦。柳玲够摆喺声喺战色煎过师傅削煎住嘅，佢哋系煎住票友巢煎苦啦就装硬。任燕小姐，平日你有乜撚嘢消遣节目噶？柳玲鍾意泡手术、太奶电影线、柱怪和猪斗下孖仔、过地系斗下狗仔、打返子川为先麻雀减啦。